我叫孔雪莉，新来的捕头。不愧是留洋归国的孔捕头，这个男人不一样啊。这个女人很特别。真的吗？嗯。你走开！我要出招。站住！站住！就怕这个孔雪莉，她是扮猪吃老虎。 破案太难了，我好了。人生苦短，把握现在，活在当下，及时行乐。不过哥有一个原则，不信妖魔鬼怪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迎接光明，驱除黑暗。这世上只有人骗人，什么神鬼妖怪都是骗人的。抓坏蛋怎么能没有我胡萱萱呢？ 要改变的是我，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，干僵尸！